贝尔刚刚宣布告别皇马，贝尔亲自写了一封信给了皇马所有球员。贝尔是这样说的：我写这封信是为了感谢我过去和现在所有的队友，我的教练，幕后工作人员和支持我的球迷。9年前，我作为一个想要实现皇马梦的年轻人来到这里，穿上纯洁的白色球衣，将队徽戴在自己的胸前，在圣地亚哥伯纳乌踢球，赢得冠军，成为了他的一部分。而如今，我可以回顾反思这一切，并诚恳地说，这个梦想我已经实现了，而且我还实现了很多我并不敢想的梦想，成为皇马历史的一部分，并实现身为皇马球员所取得这些成就，这是一系列不可思议的经历，我永远铭记在心里。同样，我还要感谢弗洛伦蒂诺主席、桑切斯总经理，感谢董事会给了我为这家俱乐部效力的机会。我们在一起创造了许许多多永载俱乐部和足球运动历史的时刻，为皇马效力是我的荣幸，感谢大家，阿拉马德里。而此时此刻，你想对贝尔说些什么呢？